有什么？有请外佣来打扫，因为他没有包他们家啦。我知道啊。不要再讲了。我知道。而且他们没有小孩比较好整理，我知道。可是我们优先啦，那我们有优先的话，不要再去。我知道。就剩下找他，他真的没办法，他像我一整个礼拜给他包，没办法包，还有。我知道啊。我两个还有。我知道了，还有。他不管他吧。